去边呢？今日咧就去 Governors Island。呢个咧都好多年历史嘅码头嚟嘅，所以好靓，好有 style 嘅。咁如果你12点前到咧，就系、可以有免费嘅船。咁我就迟咗，所以俾少少钱。咁呢个咧就标明啦。Governors Island Ferry 啊，总督岛。好，我哋入去上面啦，嗰啲嘅走廊，成个入到嚟大楼啦，有小食部。咦，自己买飞喎、啊？以前都有人买飞嘅，而家自己买又得。我谂去柜台买都得嘅。佢就有张票出嚟噶啦，你可以拣时间嘅。咁我揀錯時間其實都冇乜所謂，因為都唔係好忙。咁啊，照去啦。好啦，入口大堂，那個大堂其實好靚，欣賞一下依一個嘅大堂。咁呢個咧就係 local 嘅藝術家，呢個咧就係個藝術家 Doc Riley， 佢喺布魯倫嘅。好啦，首先睇下呢一个先。佢咧嗰个做法咧，好似塔罗牌咁样嘅，同埋咧佢好多咧都系啲罂罂罐罐啊、樽啊咁样。佢用嗰啲颜色咧都好靓嘅，佢有鲸鱼啊，有花啊，但系几有趣喎、啊。我谂佢系飞蕊，因为呢个黑色嘅，其实灰色咯，真系个颜色就。咦，呢度系咪都系作出嚟？系喎，好靓啊！我谂呢个窿就系咯，呢个好似啲船嗰啲咁。1949年，跟住另外又有一个钟，好似洗头水咁。呢个就有鹰啦，好有美国嘅特色。再过去咧就漂流瓶啦 ，Easy come, easy go， 唔够啦。咦，跟住个大鲸鱼有个手套，好搞笑。呢个个女士应该咧就同Governors Island 是有关系的，有 Liberty 啊，自由，但它又是黑口黑面，是没有颜色的，灰色的，有壁画这样。好，望下出面先，它这里就排队。哇，如果人多的时候，譬如有 party 啊，有 concert 的，好多人噶，排到满晒噶。今日系好静啦，已经，因为佢而家又收钱，不过都应该支持下嘅。咁啊，政府呢啲就吓，咁啊都系佢冇乜钱啊，可以嘅咪俾多几蚊咯。喺度等船啊，等12点半，即系半个钟头一班。咁佢而家就成人收4蚊，应该系啲年长嗰啲啊。会或者是如果你住在那些政府楼呢是便宜的。政府楼啊，它是有半价或者特价，或者不用钱，不是很清楚。那就鼓励多些人都没有钱都可以去这个 Governors Island。啊，靓仔好开心啊，佢过去啦。哇，看看这里，它因为是咦，我哋行咗条车路啊，因为俾车行嘅。哇，好大啊，佢去运车过去啊嘛。哇，好怀旧啊！呢啲凳啊，嗱呢度已经咧作出介绍噶啦。我觉得呢啲几得意喎。
我幾中意呢一種 feel 喎，反而嗱呢啲咁舊嘅木窗啊，可以睇到自由女神像嘅，哇！啲舊嘅票啊，上層啊，因為我記得出面應該可以出去睇嘅，有燈嘅出面，可能坐滿咯喎。我覺得呢條船好似咁細嘅，哦，即係有個 deck。哦，那個是士丹頓島，咦，開船啦，耶，好開心啊，幾靚。Thank you.
望下嗰啲嘅舊嘅碼頭，咦？而家有啲新嘅板喎，呢啲板係新嘅，以前仲舊啲嘅，後邊嗰啲係舊啲，而家呢啲板係叫新嘅。啊，覺得幾有氣勢咯，即係呢個 terminal ferry terminal 好有氣勢，好有軍事用途嗰種嘅 feel。好啦，連接好快啊，我哋就預備啦。Governess Island 總督島啊！哇，聞到啲海水味啊，好舒服啊！而家好有 feel， 啲人咧就喺度排隊走，今日都冇車，嗱，俾你望下，一家大細好去處。咁咧，而家因為冬天咧開始咧，可以帶狗入嚟玩啊，幾好啊！我想帶只貓啊，因為佢哋嗱，如果係夏天咧，呢度就有嘢食嘅，前面嗰度都有啲涼亭啊，咁 oyster 釣魚喺度。好得意，好開心哦，同埋呢一個嘅。好懷舊，咧佢又有博物館嘅，可以入去睇嘅博物館，又有洗手間，哇！地下就已經有好多秋葉片片啦，咦？仲有聖誕燈飾喎，佢呢個夜晚嘅時候會開。我們就在這裡了，這個叫做是不是、不是，我們不在這裡，這裡是付錢搭的，都是在、11號碼頭，我們在 U 在 Nature、所以很大的，那我等一下慢慢去發掘一下、很多時候呢有東西玩呢都會在這個 Parade Ground 這個地方，接著呢它將會有很多，你看到屋仔，這些屋仔呢它十七號開始應該仲好忙噶啦，就會有啲聖誕屋，同埋咧佢唔知啲雞有冇得睇啦 ，Urban Farm， 跟住又可以 picnic point， 話俾你聽邊度有洗手間啊，好啦，呢度全部都有曬環保，哎呀，出發啦，真係好靚、好舒服嘅地方 ，Governess Island。人都是坐這些這車仔，這個 slope 又很舒服，我們可以帶狗進來玩，真的開心，沿著這條路呢又可以走這個 Governess Island， 我想走大約一個鐘一個鐘左右，狗啊！嗨！
我想带只猫嚟嘅，啲车仔几得意，又可以踩单车喎。不过单车好似要自己带过嚟噶。哇！大众踩单车教野上，识唱。有单车，哎呀，可以喺度租啊，真系实在太高兴啦！因为好危险，我唔够胆，但系呢度 ，Oh my god， 力大 ，OK， 哇哇，跟住啦！呢个冬天就冇开门，呢度冇嘢食，带嘢食啊，带嘢食，应该有嘅，等我睇下先，冇开门咪冇得食咯。开心啊！开心啊！高兴啊！今日好多云啊！哇，一层层咁样，一层层啊！好厉害！嗱，呢度啲系排屋，有人住噶。呢个系加芬咧 ，Silent。嗰边咧就系烧嘢食嘅，咁所以都有人喺度咧开 party。烧嘢食，我唔好打搅人啦。咁你都可以喺呢度开 party， 啱啱好多啊！嗱，见唔见到？仲有啲秋天嘅气息嘅，啊，仲有好多落叶啊，地下，因为落过雨啦，咁所以咧都系加速咗落叶。喂，有啲冇乜气啊，想扯啊嘛。嗱，对面咧。我成日覺得好似大頭龜咁嘅，因為成日咧條船咧都會經過咧，都見到。咁終於咧就嚟到啦！我遲啲我就會嚟踩單車啊，好開心啊！終於有單車，知道喺度安全啊嘛。係嗱，呢啲就啲人喺度用呢個小車，工作人員啊。咁呢度咧，我真係好似啲排屋咁樣啊！云都好红啊！嗰啲砖屋其实系几好，真系有啲落叶，加埋啲凳真系配角浪漫啊！呢度俾小朋友玩嘅。玩咧，呢日仲喺度等，唔好入去玩。佢系啲小朋友玩嘅，佢系等佢入去玩，玩啲烂屋，又可以捐钱，好搞笑，全部都烂用用嘅嗰啲嘢咧。哇，呢个得意啊，呢个得意啊，呢个烂屋啊，掂啊，好中意啊，好得意啊。我哋咧用啲废物啊，再利用啊。好 Q 啊！以前呢度咧系养鸡，而家变咗做烂屋，烂屋都有排玩啊！垃圾缸啊，垃圾缸咁啊，好似你睇下，几得意！我想入去玩哦，得唔得？啲父母出唔等我，唔好搞佢啦！冇父母嘅监管，小朋友系最开心嘅，唔好阻住晒啦！我仲打鼓添喎，蹦蹦叉，蹦蹦叉，好有神秘感啊！唔俾你睇啊！小朋友玩啊！我哋话废物利用环保啊！
都係個廁所。Lavender field。薰衣草，我又见到佢哋啦，乌狗啊！哇，你睇呢间屋几靓，乌狗玩咗成日啦，开心啊！原来呢度都有戏院噶，真系好似鬼故咁啊！因为呢个成个岛啊嘛。好啦，到依个时候，同大家介绍喺种得岛今次一个好特别嘅艺术装置，就叫做移动的锁链啊 ，The Moving Trains。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好震撼嘅。首先咧，我哋就会一个去到好靓嘅海边。咁如果你真系去种得岛咧，我会提议咧，你去到呢一个嘅码头之后啊。到达咧就即刻转右手边，沿住个海边咧你就见到啲咁靓嘅景，仲可以咧见埋自由女神像添嘅。嗱，远处就系啦，一齐咧就听下呢啲嘅浪漫嘅海浪声啦。咁咧喺左手边咧就见到一个好似荒野啊、田野啊、麦田啊咁，入边起码有30多个咧一个嘅露营嘅区域嘅。咁我谂喺夏天嘅时候咧系可以租嘅，咁但系因为冬天咧就应该就唔出租啦。但系咧，你话如果喺呢度露营啊，有个咁大嘅荧幕，一家大细嚟咧，出边又可以睇到咁靓嘅海景，仲可以欣赏咧呢个咁靓嘅装置。咁当然呢个装置咧就一定系有期限啦，咁啊尽快咧就去睇啦。呢个装置咧就叫做 Moving Trains。They just stop, but it looks so cute.Look at this, just look at this. When it's moving, it's scary because it's a sound. Like, keep like... That's the moving train. Looking back, in here...It's interesting. With the heavy sound, it should be another experience. But just look at this. Oh my goodness. Astonishing view. And still have some autumn leaves here. It's very windy today, so you can see the wave. This is New Jersey. This is Manhattan. Let's go.
啲海鸥都翻屋企啦。